董老师刚刚看到的是南韩今天惊传的政治意外。对，今天上午台湾时间是9:30，那个时候呢，南韩这个最大的反对党共同民主党，他是党主席兼国会议员啊，他也是这个国会议员嘛哈，李在明，被一个60多岁的哈这个年龄的人哈遇刺。根据这个警察，韩国警察是说那个刀伤只有1公分，可是因为脖子是要害，所以说就算刺了1公分啊，那个血也是血流满地，然后马上凶手被抓，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南韩的执政党嘛哈，这个还有南韩的总统尹锡耀嘛哈，就是共同的谴责。各位知道这个，我们看完了这个南韩的这个反对党遇刺啊，对台湾有什么启示？李在明就是在现在是前年了哈，现在2024了，前年这个韩国总统大选的时候，他的就是跟尹锡耀的这个尹锡悦的竞争者。最后呢，他那个开票，韩国的那个选举开票的过程是非常紧张的。在开票的中间的时候呢，李在明曾经赢过尹锡悦，后来后半段的时候以 0.8% 险胜。好，各位还记不记得国民党之前有提过一个安哲秀现象吗？ 对不对？就是说也是指这个选举啊，就是说安哲秀后来弃保，所以让这个尹锡悦赢了。我刚刚说对台湾的启示啊，这恐怕不是这个安哲秀现象，就是说这恐怕是李在明现象。什么意思啊？李在明被刺初步的消息传出来是跟他的弊案有关。他有什么弊案？各位知道吗？他之前在做这个城南市，就韩国一个城市城南市的市长的时候被起诉，前年三月被起诉，起诉的罪名受贿，这个有利害冲突，隐瞒不法所得，然后九月呢，国会通过，韩国国会通过可以把他逮捕，但是法院驳回了，后来法院 没逮捕他。这个弊案的重点在于，就李在明呢，他在做市长的时候跟土地开发商泄密，然后呢准许了某一个开发计划，以及他接受企业捐款的时候违法，然后呢违反了这个韩国的公职选举法。这些不是我们现在在好熟、我们现在真那么熟悉城南市长土地开发弊案然后呢这个批准计划有违利益冲突，然后呢这个企业政治现金违法，哎呦，所以呢我是觉得这蛮恐怖的哈。可是我也预期搞不好我们台湾总统大选今年的大选那个开票过程也会蛮紧张的。好，另外华盛顿这个邮报跟这个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嘛那个Political， 他在整理这个2024年的全球选举嘛，不约而同的嘛就把这个我们台湾的选举列为2024全世界第一场最重要的选举，而且可能是赌注最大的选举。好，华盛顿邮报注意到这个中国正在干预台湾的大选，然后呢主要透过社群媒体呢向这个台湾选民提供亲国民党的宣传。截至目前为止他们的观察台湾似乎有能力承受这样的压力。那为什么中共借选都是支持侯友宜呢？这是一个问题，侯友宜不敢回答嘛。当然嘛，是支持统一嘛。中共不是在支持侯友宜，而是支持统一。华盛顿邮报就注意到国民党对北京比较友好，国民党的党纲明确的主张统一。然后呢侯友宜跟他的这个副手赵少康警告如果是赖清德当选的话，那就会爆发战争。所以这里面我之前讲过，所以那个侯友宜你看他反对一国两制，他可没有反对统一哦。那最后我来谈一下这个李毅的那个说法李毅的讲法他是发现这个
侯友宜没救了，所以他赶快把整个焦点集中在抹黑我们台湾的民主选举，看到没有？我们台湾的民主政治十个九个负，还有一个靠岳父，他就在讲这个啊，然后再过来呢，这个民进党当选的话就会加速统一，这个话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就听过了，我在2016年我还是听过，我今年还要再听这些废话，好，再过来呢哈。更重要，他是说不要再会台了，对不对？什么意思？中国的会台对台湾的会台政策啦，什么 ECFA 啦，关税的优惠，不是为了生意，不是为了经贸，是为了统一。所以我觉得李毅的讲话真的很有意思。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官，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林官说说看，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